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中文课。在今天的课上，我们会来学习100个基础的中文句子。如果你是刚开始学习中文的话，那就跟我们一起来学习这100个句子吧。早上好。早上好，早，早，你叫什么？你叫什么？你叫啥？你叫啥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啥名字？你叫啥名字？我叫红。我叫红。我的名字是红。我的名字是红。我的朋友叫 Suki。我的朋友叫 Suki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手机。这个叫手机。我在中国，我在中国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你在中国吗？你在中国吗？我在家，我在家，你在家吗？你在家吗？你在不在家？你在不在家？我住在中国。我住在中国，你住在哪里？你住在哪里？你住在中国吗？你住在中国吗？我是中国人。我是中国人，你是哪里人？你是哪里人？你是美国人吗？你是美国人吗？你是不是美国人？你。是不是美国人？我20岁，我20岁，你几岁？你几岁？你多大了？你多大了？您多大年纪了？您多大年纪了？我有钱，我有钱，我有朋友，我有朋友，我有男朋友，我有
男朋友。你有女朋友吗？你有女朋友吗？你有房子吗？你有房子吗？你有车吗？你有车吗？你有没有孩子？你有没有孩子？我没有钱。我没有钱，我没有房子，我没有房子，我没有孩子，我没有孩子，这是我的书。这是我的书，这不是你的，这不是你的，你的钱是我的，你的钱是我的，这是我们的家，这是。我们的家，这是你的车吗？这是你的车吗？这不是我的问题，这不是我的问题。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。你喜欢我吗？你喜欢我吗？你喜不喜欢我？你喜不喜欢我？我喜欢吃鸡肉。我喜欢吃鸡肉。我。不喜欢吃猪肉，我不喜欢吃猪肉。你喜欢吃什么？你喜欢吃什么？你喜欢吃牛肉吗？你喜欢吃？牛肉吗？我爱旅游，我爱旅游。你爱做什么？你爱做什么？你也爱旅游吗？你也爱旅游吗？你。不爱吃这个吗？你不爱吃这个吗？我很爱吃这个。我很爱吃这个。那个好吃吗？那个好吃吗？那个不好吃。那个。不好吃。你吃饭了吗？你吃饭了吗？我吃饭了。我吃饭了。我没吃饭。我没吃饭。你吃了什么？你吃了什么？我吃了面包，我吃了面包，我早饭吃了面，我
早饭吃了面，我午饭吃了蔬菜，我午饭吃了蔬菜，我没吃晚饭，我没吃晚饭，我饿了，我饿了，你？饿吗？你饿吗？你饿不饿？你饿不饿？我有点饿。我有点饿。你喝咖啡吗？你喝咖啡吗？我。不喝咖啡，我不喝咖啡。你想喝什么？你想喝什么？我想喝水，我想喝水。你想不想喝果汁？你想不想喝果汁？我不想喝果汁。我不想喝果汁。我想睡觉。我想睡觉。你想做什么？你。想做什么？我想做运动。我想做运动。你想做运动吗？你想做运动吗？你想不想做运动？你想不想？做运动，我不想做运动，我不想做运动。你想不想玩？你想不想玩？我当然想玩，我当然想玩。你想不想我？你想不想我？当然，当然，我当然想你，我当然想你。我很累，我很累。你累吗？你累吗？你累不累？你累不累？今天我很累。今天我很累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今天？你很累，为什么今天你很累？我很忙，我很忙，今天我很忙，今天我很忙，你忙吗？你忙吗？今天我特别忙。今天我特别忙。为什么你很忙？为什么你很忙？没有为什么。没有为什么。你为什么开
开心。你为什么开心？因为我吃了披萨。因为我吃了披萨。你为什么不开心？你为什么不开心？因为我没吃饭。因为我没吃饭。